容内容呢，是主要是想分享一下我买的这两盘完美日记跟 Discovery 合作的这个系列的眼影盘。然后我自己的话是只买了粉色的小猪盘跟橘色的斑虎盘，然后中间有给大家试色看这两盘眼影。我画在眼睛上的这盘是小猪盘，然后它是比较粉嫩一点的配色。然后今天的这个唇膏我自己很喜欢，是 Chanel 的那个 Coco Flash 的那个系列。那么接下来就看视频吧。我终于还是买了 Suku 的这个新的底妆，然后用过一次，我觉得妆效其实还不错，但这个包装我真的完全不喜欢，这个打开就到处都是。据说这个新款是比旧款要滋润一些，我的话是混油皮，我就用着也还好，不会觉得太油啊，或者是太润怎么样，持妆力蛮好的，然后细腻度也还不错，光泽感特别好。蜜粉是纪梵希的这个四色的，大概就这种形状，就是一个比较没有眉峰然后弯弯的眉毛。完美日记跟 Discovery 合作的这个系列，这个系列一共出了四盘眼影盘，分别是四个不同的色系，然后它用四种动物代替的，我就买了其中两种啊，我觉得我自己比较会常用的。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猪盘，然后它里面是这样，有个小这个眼睛还会闪的，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盘。我自己的话本身就很喜欢这种红红粉粉的颜色，你们看得到吗？这还有个猪鼻子，嗯，还挺可爱的。还买了一盘这个斑虎吧，好像这盘叫斑虎，配色呢是这样子的，有一点像那种日落盘的那种配色吧。另外还有两盘，一盘是蓝色调的，一盘是绿色调的，我觉得我自己是不太会用到的，所以我就没有买。这边是小猪盘，然后这边是斑虎盘，哇，我觉得粉质还挺不错的，显色度啊细腻度什么的都还不错，这个价格来讲有点出乎我意料的，挺好看的吧。而且尤其是这个斑虎盘这个日落盘在盘子里看其实我就一般般，因为我个人其实本身对橘色的盘子没有那么喜爱，但是画在手上真的这个显色度还挺好看的，感觉就特别适合夏天。但是我个人的话肯定还是更喜欢小猪盘一点，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这种粉色的配色吧。那今天的话我还是选择我自己更喜欢一点的这个小猪盘打底的话，我想用这个粉色跟这个浅棕色这两个颜色混在一起用，因为我感觉如果单独用这个粉色眼皮可能会比较抛一点，用一支晕染刷，这样子的话比单纯上这个橘粉色会没有那么显得那么肿。试一下它这个眼影盘里面自带的这个双头刷，沾这个酒红色来加深一下眼尾，我想沾这个粉色画在我的眼头上，因为我的眼头其实比较窄嘛，想用这个颜色让我的眼头看起来更宽一点。 Colourpop 的那个土豆泥那种质地按下去是会有点瘪下去的，是我很喜欢的那种眼影质地，让这个有一点点金金粉粉的颜色画在我的整一个双眼皮的中段的这个位置。大颗粒的一个闪片我觉得用来做眼球中间的那个提亮比较好看。再拿一把干净的小刷子沾这个有点紫调的这个颜色，但它这个颜色其实不是特别的，有点紫紫红红的这个颜色我用来画下眼尾，稍微带到上眼尾的地方把它衔接起来。这个跟这个的色调是有点像的，都是金粉色系的，但是这个它是比较大颗粒的金色粉色的闪片，然后这个是比较细腻的金色粉色的一个珠光，它的显色度呢倒是比较低的，看得出来吗？它其实显色度不高，但是它是有光泽感，有点偏光效果的。
其实像人鱼肌的那种颜色，金金粉粉的。那我就拿来画我的卧蚕。我再拿这个颜色，这个它是比较就是有点香槟粉的一个颜色，这个比刚才那个颜色颜色再淡一点。画眼头，眼头的这个红色我想更重一点，所以我再拿这个颜色加强一下我的眼头的位置。待会跟这个 Innocent 这个颜色混一下，把边界晕得更自然。然后先画一个内眼线，然后眼尾的话就自然稍微拉长一点。画了眼线，然后贴了一副假睫毛，感觉这样眼睛比较有精神一点。这块高光刷上去感觉是皮肤质感会比较好的那种，不会显毛孔的，非常少女的零七号，感觉跟今天的妆效比较搭。最后就是唇膏的部分了，唇膏的话我想试一支新的唇膏，但我也不知道颜色搭在一起好不好看。 Chanel 的新的系列最火的应该是70那个色号，但是我买不到，所以我买的色号是98号。98号是一个有点偏这种梅紫色一点的，有一点点紫调的这种梅紫色一点的，特别润。这样是薄涂的样子，我觉得还挺好看的，是蛮显白很少女的颜色，我觉得跟今天的腮红的颜色很搭。然后我在唇峰的位置，就是然后下面这个唇瓣的位置稍微再叠加一点，可以让我嘴唇看起来比较厚实。我觉得还挺好看的，现在去弄一下头发。感觉猪猪女孩应该有一头比较温柔一点的卷发，所以把头发卷了一下。这盘的颜色其实我觉得比起斑虎那盘感觉更清淡一点，是比较日常的那种粉色，不会特别显眼睛肿或者怎么样。再去试试看这盘斑虎的盘子，它的配色其实相对来讲更浓郁一点，然后我画看如果画出好看的妆，我再出视频分享给大家。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